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我们 GNG 极限射击大赛台日冠军赛的冠军队伍来到我们 GNG 阿妈们的现场，我们现在欢迎他们两位。Hello， 你们好，请问这是你们第几次参加 GNG CQB 呢？这是我们第三次参与 GNG CQB 比赛。哦，请问当初是从哪里得到我们这个比赛的消息呢？在 GNG 的官方网站及粉丝团。那事前有没有针对我们 GNG CQB 做一些特别的准备跟练习呢？平时的话，我们是在家里做一些射击的练习。哪一个关卡你们觉得最有挑战性呢？每一个关卡的射击都非常有挑战性。哦，例如呢？精神变位相当的难。对于我们电子靶的灵敏度跟它的多种模式，有没有一些深刻的影响呢？其实这个电子靶它运用在每一个关卡上面，能够呈现出来的结果变化性真的非常的高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得到冠军的小撇步呢？我觉得双方的默契跟沟通是最重要的。2015的世界杯有信心再次勇夺冠军吗？哦，当然有，我们会把冠军留在台湾，欢迎世界各国的高手来跟我们挑战。谢谢乖乖的所有同仁举办那么有意义的活动，谢谢。我们的记录是1分39秒，欢迎来挑战。